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i 陈以文。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唱歌的。咁我由2014年开始啦，就自己叫做完咗心愿啦，出咗三首歌。但可能因为我觉得唱歌唔系由我从细就开始去培养去训练，咁我觉得比好多专业嘅歌手咧，我自己就觉得能力系有限嘅。咁所以我最尾都系拣翻做戏呢条路咯，因为始终做戏可能我由大概2010年、2011年就开始接触啦，到而家都2020年啦，咁其实都差唔多有10年啦。所以我覺得我想長遠來說我都是會做戲發展比較多咯。其實之前拍那個叫《性感中環》啦，網劇，它的意識可能有些性感比較大膽的題材啦，但其實我在裡面出演的角色呢就跟性感是不掛鈎的，即是性感是留給其他女主角去做的。而《食人狂魔》啦，我就真的會有一個很性感的演出，而且都是第一次在鏡頭下有咁性感的演出咯。咁其實我自己又不會太特別介意呢一方面。咁我覺得如果真的劇情需要的話，我會想去演好嘅角色咯，即係我會想塑造嘅角色更加好咯。咁但係如果劇情不需要，可能那個角色是特別刻意特登去性感，咁我可能就未必會接受咯。即係我自己都會看劇情需要的，係啦。到时你哋睇《食人狂魔》咪知咯，但系真系未试过系即系拍电影或者电视剧啦，都未试过系着得咁性感咯，系啦。我自己觉得靓就得咯，即系我可能我同埋如果即系拍电影啊或者系电视剧啊之类啦，我自己会觉得如果剧情需要嘅话，我唔介意咯，系啦。咁我自己冇對呢個有一個特別嘅規限咯。邊個眼睛咯？得唔得啊？邊個位置比較性感啊？其實我整個人給人感覺都不是性感的，人們覺得 我不是很襯性感的，但是可能照片給人的感覺很性感，但其實我自己出來給人感覺可能是最性感的地方可能是我的聲音。沒有啊，其實我又不會了，因為我覺得我如果我就算拍即比較性感的照片或這類的照片，我覺得我放上社交網站都 OK 了，即又不想特別好像出本寫真集去賺錢咁咯，自己就冇暫時冇呢個意欲咯，係啊，底線啊，唔露咯，唔露三點咯，係啊，個底線，但係都真係要睇劇情需要，即係我覺得如果冇乜需要嘅話，我都會盡量爭取，可能係少少健康性感啊嗰種咯。開心㗎，即係我覺得無論係擺。是不是性感的相片，有人赞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咯，是啊，那就不会说特别刻意，那性感相有人赞就特别开心，不会咯，是啊。好，阿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琪陈以文。那我其实是很兴奋的，同埋都很开心。其实我是饰演一个双子座的，都是叫做年轻的女艺人咁样啦。咁其实同我形象方面都是我即系做紧自己做嘅嘢咯。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双子座，我又是演双子座，只不过个感觉个性格可能同我自己本身有啲出入咯，系啦。但系对我嚟讲都是一个挑战嚟嘅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演舞台剧啦。咁其实有好多嘢其实真系同平时拍嘢 WoW 机嗰啲系完全唔同咯。咁都学到好多嘢嘅。咁个角色其实我都觉得有发挥空间嘅，系啦。其实会啊，嚟紧就会出一首新歌，系我之前《食人狂魔》嗰套电影嘅主题曲咯。咁系啦，咁就都系同我以前唱嘅系唔同。以前可能唱啲比较情歌啊，比较点讲抒情嘅。咁呢首就比较有少少其他嘅感觉，唔同嘅感觉咯。咁大家都可以到时留意一下嘅。